来，我们把我辣锅准备了哈。哇，这个是特辣的吧？这是我们最辣的锅底哈。哇，刘伦，都给我来点辣椒。辣椒够不够？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。这下辣椒够不够？再加，再加，再加。巧匠武汉，金邦邦的重庆火锅辣。从内蒙重庆过来的鲜毛墩哈。哦，重庆话很辣，怎么说？辣得皮薄。辣得皮薄。哇，辣死个人。毛肚，毛肚，好肚一肚。哇。辣不辣？不够了，不够了。等一下，30分钟，到焦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机会下，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哇，活的！哇，辣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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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好鲜，新鲜的。麻辣牛肉应该是最辣的，哇，很多很多辣椒，哇，哎呦 ，That's me。这个总该辣吧？不够了。还不辣呀？不辣不辣。我怀疑他嘴硬，但又没有证据。鸭肠？这不是鸭肠？这不是鸭肠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猪的小肠。猪的小肠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猪的大肠。猪的。猪的大肠，对，猪的小肠。你试一下啊！老板，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。我这想到死，看起来像舌头了。脑花，有。哦。爸爸已经变成这是什么黑的？这是那个重庆的黑豆花。黑豆花，重庆黑豆花。对，好吃。哇，煮好了以后很香。哇，好漂亮啊，雪花溜溜。我来叫。我叫我的面条，肯定好吃。哇，配点芋泥小蘑菇。哇，看一下，我没见过，我第一次看这个牛肉，加上牛肉和蘑菇，你就能做成一碗高配版牛肉面。一点都不辣，真的。哪里人？我是河南人。河南？对。哦，你能不能教我几句河南话？中辣，为了啊，为了辣，中皮蛋肉滑，往超方向一呼。辣椒，辣椒！家人们都给我去试试这个吃法。好好吃，吃辣丝精太喜欢了，他们的辣椒打不倒我，我是个超级挑战者。